AG 赢下 RNGM 拿到首胜，长生的火舞确实是很自信，但一诺才是开启胜利的钥匙，夏竹则是更适合玩开团型辅助，不过对 AG 始终要保持质疑。2023年 KPL 春季赛赛程对 AG 很友好，第一场即使是爆冷输给 RW， 第二场还有机会在 RNGM 身上找回自信，只是谁也想不到 AG 第一局会被 RNGM 轻松打崩，甚至就连月光教练都直言对面是 E-Star 吗？为什么可以打得这么好？不过明眼人心里都清楚，并不是 RNGM 突然变强了，而是 AG 的指挥跟开团一塌糊涂，明明自己是掌握优势跟节奏的一方，却连续在红 buff 区送出节奏，第一局才会输得这么憋屈。第二局 AG 前期其实打得依旧不太好，还好一诺帮助队伍找回了自信，这才能让一追三带队赢下比赛。而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长生跟夏竹，前者拿出火舞真的很自信，经常能够找到机会开团，至于夏竹很适合去玩开团型辅助，比如他的兰陵王就很会找机会，牛魔同样是非常敢开团，反而是保护型辅助玩得很一般，导致他前期跟着一诺转队伍反而更容易输比赛，拿出能开团的英雄跟着中路转线才更能打开节奏。只是 RNGM 毕竟不是强队，他们已经摆烂很久了， AG 使用的新战术不一定对强队就有效果。一诺如今是队内的老大哥，从他的采访跟语音交流中其实能看出他成长了很多，但打法依旧是没有变，所以个人一直都觉得一诺非常适合转型玩打野，只是大家也知道他之前玩镜不会用影子去探视野，打野英雄池是一个大问题，估计这就是一诺没有转型的原因，毕竟现在要重新去练英雄对他而言还是有点难度，而之前有传言说他要转型去边路，如今看来就是个假消息，而且这场比赛过后一诺大概率要坐稳首发了，队伍目前确实很需要他。总之 AG 的首发阵容大概率不会变了，一诺不仅是队内核心，还是一个稳定军心的点，要不然解说席也不会一直夸他。不过一诺激进的毛病不改的话，总有一天还是要在比赛中吃大亏，而解决这个事情的解药就是队友站出来带队赢比赛。